刚走最多，公车站啊，要不要等我？啊，算了，你今天要打羽球吗？好吧，算了。哦，我看到青蛙了，鸽子现在吃了，它是沉下去还是跑掉了？应该跑掉了。等一下要吃，你可以过来这边吗？对啊，你在那边它可能会害怕。你有带钱吗？我这样看一看。有，今天有带钱，但是我今天要吃那个，我今天要吃。你们要走了？拜拜。咕咕。阿俊。啊？要我走还是？我都拿了，都拿了。你看两只青蛙要交配。他互相追逐。两只都有发出声音，对。那跑到草堆里面去了。Thank you.